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维。今天我要为大家说的是，双打之前排看后排式站位法。这种前排看后排式站位法，就是说，当后排要进行攻击的时候，前排需将你的转一个角度，注意后排的攻击角度，来以预先预测你的击球方向，以作为防御。下面我就来示范一下，双打前排式看后排式接击法。谢谢大家。